OK， 今日同大家试揸呢部豪爵 UHR150。哎呀，好，咁佢都系 keyless 啊，好着车，好 go， 好呢一部咧 UHR150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大家都会可能会同呢个嘅 P6 咧有个嘅对比啊。咁小弟由于咧都系揸 P6 一段好长嘅时间，咁所以咧就可以同呢架 UHR150咧做一个简单嘅对比。首先就是讲话一坐上去咧，嗰个坐姿感啊。咁由于咧 P6 咧嗰个坐姿嗰个 seat 位咧，后边顶 pat pat 嗰个位咧系比较向前啲嘅。咁所以咧导致我186cm 嘅高度咧，要坐得比较前，咁、那个脚位咧就可能就会短咗啲。咁但系呢一部 UHR150咧，佢嗰个 seat 位咧啊好平坦啊，嗰、那个顶 pat 位咧就冇咁前啊，导致我只脚咧个摆位个坐姿咧系舒服好多，咁呢一样嘢确实系令到我满意嘅。前面啦有个弯路，如果我而家 keep 住油门，再俾油，哎呀，嗰个二段加速咧，确实系 P6 咧就未必做得到啦。咁啊，呢架車嘅優勝之處咧，就能夠咧有呢個嘅前後 ABS 啊，即係前碌又有，後尾碌又有 ABS， 咁嗰個信心度咧確實係大好多嘅。佢係前14後14，比起咧 P6 嘅前14後13咧，如果嗰啲嘅凳嘅位啊、路博啊，咁大碌少少多一寸咧，確實就係多個嘅好處，冇咁凳啦。嗱，我哋試下咧，陣間會行一啲嘅坑渠。蓋啊！呢啲嘅路博咧，佢嗰個嘅累震能力咧，係確實係會好多少少嘅。嗱，喺呢個嘅山路嗰度啦，一啲彎路咧，呢架車咧，由於佢嗰個嘅轉向非常之靈活啊，咁所以咧，佢嗰個啲彎向啊，指嘅方向咧，完全係你心裏邊咧想要有嘅角度。好，嗱，啱啱過咗啲坑渠坡。Nice， 嗱佢嗰个累震能力咧非常之好啊，咁啊始终咧多一寸嘅尾碌，响后碌俾到我嗰个嘅震动感觉咧系少咗好多。佢咧做工咧，確實係非常之扎實啊！咁啊，可以睇到啦，佢啲嘅蓋啊，甚至乎嗰啲嘅啡檸嘅接合位啊，呢啲接合位咧，佢都係做得咧係好緊密啊！咁啊～
另外就是嗰個倒後鏡咧，你會見到個倒後鏡咧，咦，係咪自己我哋後家咧？咁佢原來原裝咧已經係有一個咁靚仔嘅倒後鏡啦。呢啲大部分咧會喺一啲街車咧自己去玩車嘅時候先至會去換一個咁靚仔嘅倒後鏡，但係佢已經標配俾埋你噶啦。咁另外嗰個標板咧係非常之清晰喎，咁啊隻眼一望落去咧，完全咧已經唔需要話去耷低頭啊，甚至乎去了去細心閱讀到底標板上面嘅資訊咧，咁佢已經係好清晰咁俾曬你啊，有油量有幾多啦，速度啦，時間啊，平均耗油啊，咁啊里程咧全部都俾曬你，咁啊到嗰個嘅指揮燈啊，嗰樣全部都好清晰，咁啊閱讀能力咧係確實係容易嘅。咁呢一部 UHR150 咧，佢係採用呢一個嘅街車軚杆嘅設定啊，咁啊好處就係咧，你隨時咧可以方便咧去攪一啲嘅電話架啊，甚至乎一啲嘅行車記錄儀啊，咁呢樣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地方，咁唔會有個膠殼咧去阻住你。但係咧嗰個頭殼啊，嗰個濾震咧，其實係絕對冇問題，做到佢應有嘅嘢。不過上到去個把手度咧，咁啊唔知會唔會係因為個把手嗰個嘅質料咧唔算太過硬淨啊，咁所以咧佢上到去我隻手度。那個嘅震感咧，確實係有啲唔係咁舒服嘅。如果解決問題嘅話咧，可能係加支嘅環鋼喺個把手度咧，咁呢個嘅問題又可能會解決到。我比較中意佢咧，就係佢會有著一個好斯文嘅外形，但係咧佢嗰個引擎動力澎湃咧係會接近 S-Max 咁樣噶，即係佢會係好有 power 嘅俾你嘅。咁P6 咧，佢會係基於一個好 smooth 啦，好斯文啦，適合一啲嘅可能係長途旅程咧，慢慢揸會好。如果間唔中你話可能要一啲嘅好激烈嘅一啲運動性能嘅話咧，呢一部 UHR150 咧係俾到你嘅。嗱，我試下啦，就將只腳啦斜少少，踹響前邊，即係喺個踹響前邊啦。咁睇下做一個巡航嘅姿勢嘅感覺會點？好舒服喎、哦！P6 嗰個咧，令到我夾住我隻腳有個唔舒適感。咁呢個嘅坐姿係長途都好好喎。我揸咗而家一段都唔短嘅時間啦。呢部豪爵 UHR150 咧，俾我感覺咧係好 smooth， 容易控制 ，handling 好好。咁啊，叫做你唔會覺得佢係一部咦係國產嘅電單車。而家我係喺呢個山路上面上落咁樣啦，咁佢嗰個嘅咆哮感啊，即係架車會嗌到會好辛苦，係完全暫時冇聽到話佢喺度聲啊大喺度嗌，但係唔肯喐，咁嗰個嘅依架車嘅性。咁呢架車咧嗰個嘅辛苦感咧，佢完全冇俾到我。嗱，因為大上車，其實我只不過係三分二油門咋，都仲未扭曬落去啊。咁啲力咧已經係源源不絕俾到我係咁上車。就喺香港呢啲嘅道路嚟講咧，呢架車勝任有餘，亦都咧盡到佢150細綿羊要有嘅。公用佢系俾曬我。
果你話要有少少嘅唔係咁滿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凳底咧擺嘅能夠擺到嘅嘢咧就唔係太多。一個山峰入氣口咧改埋喺凳底咧，所以導致咧凳底下邊所擺嘅嘢咧就少咗啊，就未必可以擺到個大頭佛啦。甚至乎某啲嘅四分三開面咧都未必可以擺得到。咁所以就犧牲咗呢個少少嘅地方。咁但係就換取咧就係可以14寸尾胎啦，同埋呢個嘅升高咗嘅山峰入氣位。如果引擎上面或者驾驶感上面呢架车呢毫无疑问呢是攞得好高分数。豪爵 UHR150 呢佢有个贴身位我好喜欢的，就是呢佢个柜桶嗰度呢就有个窿啊，咁呢个呢就是有个 USB 嘅位啦，咁打开咗之后呢、这个塞之后呢，咁入面嗰条 USB 充电线呢就可以透过呢个窿呢驳返出嚟。咁啊，摆喺个电话架度插电。咁呢个咧系非常之细心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平时啲绵羊咧，成日都谂紧条线要夹住喺嗰个嘅个柜桶嗰度咧，成日夹住咧就其实就唔系咁好嘅。成日都谂话啊，会唔会可以度转个窿整条线出嚟咧？呢个嘅设计师咧就非常之谂得到我哋用家嘅嗰个烦恼啦，就开个窿俾你。咁啊就可以將條充電線走出嚟，如果唔用嘅話呢就俾個塞你塞住佢，以防止呢就入水嘅。咁呢一樣確實真係要加分，真係做得好好。除咗前面櫃桶之外呢，凳底下面呢都有一個嘅插電位啊，可以俾你去插返一啲可能係啲 power band 啊，甚至乎如果假設我哋出去玩可能會插高泡嘅，咁我哋擺咗喺度就可以放好安心咁樣擺喺個凳底下面呢就插電啦。咁所以一架電單車裏面有兩個插電位呢確實係一個好好嘅設計嚟嘅。You're now watching iBike